大家好，今天来折一个这个东西。我们看一下 CP， 我还是将 CP 打印了出来，然后还是背面的，因为我们这种镶嵌作品一般很多都是在背面折。这个 CP 是正六边形32等分，然后我们看的 CP 一样看到这个就。这线条基本都是在网格线上面，可以说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简单。然后找一张纸过来，这里面32等分，这个等分我就不用教怎么打了吧，32等分很简单了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还是从中间这里开始，中间这里一样的，中间这个正六边形嘛，起手都是这个，很正常，很多作品一开始都是这样开始的。还是顺时针转过来，逆时针也行，直接这种方向都无所谓的。照着 CP 来吧，这里面也开始，这个顶点往上面数，看这个红色的线，两格，再两格，再两格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这种东西就是，这种红色的线，这种都是一直连过去的，这种就是算是最简单的一种。先从这边数两格。一格两格，这里我们再看这个红色，看蓝色的线，这条红色就是这条红色的线，然后它蓝色线在它右边，就是往右边走，这个红色线的蓝色线在下边，往下边走，这边也是往这边走，就是这个边往这边走，这个边往这边走。我是希望大家都会直接看 CP 就能折的，不要老是依赖什么视频折。这个部分就折好了。然后每个边我们都把这一步先折了吧，
就藏在这一层下面去。哎呀，一个两个，我先不要把格子说错了。那我们下面开始，从下面一步，这个格，这个点就是这个点，这个点就是这个点，从这个点再往上面数两格，这边也相当于，这边也是这个点，都往上面数两格，把这里打开，然后看到这条红色的线，往这边走，这边往这边走。从这边往这边走，然后我们再看蓝色的线，这条红色的线，蓝色线在它右边，就是这个线，往这边走，这边走过来，然后压平这里，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样子，这里两个支撑也可以，这个在上面，这个在下面都无所谓。我们就快速处理一下其他几个边。这里还可以把我们把这层放在下面嘛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正立面体放在外面的，虽然背面无所谓，但是这样也好看一点嘛。这一层放下面，那我们再继续。刚刚走到这里了，这里走过来的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点往上面数一二三，然后再数三个，这边往这边走，这边往这边走吧。跟刚刚这个不就是又是一样的结构了吗？只是这边这个是往这边走的。这里一二三，三个，
别往这边整。来，这条线是往这边走，这条线往这边走，行。同样的，这边也一样。一二三，过来，然后这中间连接在这里，又是往上边走的。这条线往上面走，中间这个往这边走，这边一二三，这边这是往下边的，嗯，完成一步。接下来看这个形状，这里我们在这里呢，这个点再往右边数，左边一二三，三个，这个点就是这个点，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嘛，也数三个。一二三，在这里，这边也是一二三，就是沿着这条线往这边走。然后这个线，看蓝色的线往右边走，这个往这边下边走，这线往这边走，这个线往这边走。然后看这个点，
这个先 OK。我们再回到这里，这中间这个点上面两个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就是在这个里边走，一个两个。他们都是往下边走的。然后就在处理边缘部分，然后我们要把这里把这一块藏进去，顶点这个位置，我们看这里吧。看一下这个，这条是蓝色的线，从两个从边缘从两个折过来，蓝色的线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是折过来，然后就是把这里处理一下。这样嘛，把这个打开，然后这里，压平。这边一样的，一样两格，这个打开。过来，每个边都同样的处理方法，
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纸还是用大了的，这次应该不会有人再送蓝了吧？这个真的是不能再简单了。好，今天就这样收工。